本节目由见证爱情婚宴优选的中国名酒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。片场日记高田预警，每周五12点 VIP 会员专享练练手账，来随客 APP 上传节目相关视频，参与创作活动赢奖金签名照，上微博搜索练练剧中人，与节目嘉宾一起边看边聊。来自虚拟世界的闪耀巨星，用歌声打破次元的实力歌者，云朵云朵震撼来临，唤醒之城演唱会，虚位一待。徐总，您看我们这些曲目啊，都是经过粉丝票选的最好的曲子。昨天不是演唱会开始售票了吗？一瞬间全抢光。那经纪人做得不错的。帮林业瞒着我改我的歌，你到底是谁的兄弟？哎呀，小凯啊，徐总时间宝贵，你的事儿啊，等汇报完了再说啊。我就是知道你在汇报，我是特意来换歌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是 Rainbow 的音乐制作人，刚刚这首歌版本有问题。版本其实没有任何问题，小凯可能有些误会，我的责任。沟通工作呀，还是得做好的，不然到时候到了演唱会再出现这种问题。我怕该负的责任你承担不起。是，先就到这吧。啊，我送你。先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再说。啊，好。功夫，哎，送一下。哎，徐总，你慢走啊。凭什么改我歌？你要是之前就按我说的乖乖的改，不就没有今天这回事了吗？我不是他，我是个人，我写的是歌，不是他的程序。如果非要按照什么大数据来创作，那你需要的也不是音乐人，是写歌机器。你如果作为一个音乐人，你不用吃饭，也不用在我这领工资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，爱怎么改怎么改，没人管了你。你现在不是得靠你的音乐赚钱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别在这儿跟我闹小孩脾气行吗？你这样做音乐跟生产垃圾有什么区别？垃圾？我给你看看什么是垃圾。你的音乐没有人喜欢，没有市场，一文不值，这儿才是垃圾。好看吧？明天晚上之前，按我的要求把最后几首歌改了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不干了，爱谁改谁改。不干？可以啊。你看过合约吧？你按合约把违约金付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姚凯老师，卖歌的事儿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嘿，违约金我搞定了，现在我正式辞职。
真要把这压箱底的歌卖这富二代啊。你现在这相当于就是给这个甄富贵当枪手。他给的多，够付我的违约金了。不不不不，那你不如把这歌直接卖给公司呢，这歌是你的初心呐、啊。给 Rainbow 唱，总要好比你给那个富二代让他骗人好吧。Rainbow 是个虚拟偶像，大哥，他一个虚拟偶像连灵魂都没有，给他唱有什么意义、啊？他知道什么初心、啊？那成，那你现在也是无业游民，我有个事儿拜托。说，我女朋友这两天要来，我现在是忙演唱会的事儿，我都回不去家呀，你帮我招呼一下。女朋友，你放心，这次绝对不一样。行，叫什么？瑞宝。小黑老师，定金已经打过去了，明天12点准时交割。我要走了，你也不跟我道别一下。你说这么久了，给你写了这么多歌，你知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？你不会知道。你甚至连海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刚才忘说了，我那车里有2张演唱会的票给 Rainbow， 你到时候回去时候帮我拿一下啊。又是演唱会的票，你就别管了，你就。车钥匙用完，老地方啊。行吧。你考歌的时候一定注意啊，那个硬盘得安全插拔。Rainbow 的数据跟你们音乐部系统都连在一块儿呢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忙去吧你。行。电压不太稳定，我看过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
你哪里了？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啦？我Rainbow。Rainbow？ 嗯，我女朋友这两天又来，叫什么？Rainbow。你早说呀！刚刚在停车场鬼鬼祟祟的人是你吧？那，老公给你的票。老公今晚不在，你可以睡他的房间。 你要不要进来？老公房间在那里。我就不招呼你了。我觉不招呼你了。我就不招呼你了。我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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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招
上厕所。我再说一次，老公的房间在那儿。那你的房间在哪儿？喂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海边啊？那是海边，自便吧。变就是你爱干嘛就干嘛的意思。爱干嘛就干是不是蝴蝶啊？你从哪儿弄的？你这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谁啊？你是老公的室友吧？我到你家门口了，麻烦开下门。你谁啊 ？Rainbow， 嗨。我也是 Rainbow。哦，嗨，你也喜欢 Rainbow 啊？
我本来就是 Rainbow 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是老公的 Rainbow？ 我。那你是谁？我是他。昨晚公司停电，我从你的硬盘里偷偷跑出来的。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。哎，你说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时间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怎么有这么多 Rainbow？ 说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到家了？先听我招呼一下。倒是到了，怎么多一个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你赶紧回来确认一下。我现在走不开，公司现在出大事了，咱们公司那个 Rainbow 跑了。啥？哪个 Rainbow？ 还能哪个 Rainbow？ 你的那个 Rainbow 啊？昨天晚上公司不是停电吗？很可能他就是那个时候跑出去的。昨晚公司停电，我从你的硬盘里偷偷跑出来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别扯了。对呀，都觉得这事儿很扯呀，但现在就没法解释嘛。公司监控还把它拍下来了。Rainbow 呢？没找到就给我找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林业现在跟公司人都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出逃这个事儿真不开玩笑，你如果看见他，一定给他送回来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见着我的 Rainbow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演唱会的票，先别给他。你等我回家。老公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林业叫我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说。你刚刚说有监控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能发个截图给我吗？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出发？嗯。出什么发？这样。范老师，定金收到了吗？你要去哪？一会儿见面交割没问题吧？哎。小凯老师，小凯老师，你在听吗？哎，哎，我在听。那一会儿12点见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不见不散。我们是不是要去海边了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硬盘，我就从这出来的。哦，那个，老公他女朋友呢？他走了。票呢？票他跟我交换了，换了这个。哎，算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。好啊，走。哎，等等。啊？你就这个头发出去，不太合适吧？这都是给你点的，你快吃吧。请慢用。先吃个这个马卡龙。这个马卡龙那么好吃啊？没吃过啊？没有，以前吃的东西都是没有味道的。那你多吃点。我在早餐店看到一个特别像 Rainbow 的人，你们快派人过来看看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哎，在开玩笑，在开玩笑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不吃，我们不吃。你坐呀，不吃别人的。哦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赶快告诉林业。是啊。OK。你别再把我扯进去了，好不容易辞职了。我去上个厕所。那我陪你去。啊，不用。为什么？你是个 idol， 你上什么厕所啊？您好，您还要加点什么吗？还可以点啊。当然了。小凯老师，我正学你的歌呢。
迟到五分钟，你哥带了吧？带来了。我们马上赶飞机，麻烦你动作快点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是连接的问题。我再试一下。不会吧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硬盘，我就从那儿出来的。我的硬盘好像出了点问题。乙方无法履行交割义务，需赔付甲方定金的五倍作为赔偿，总共这样吧。反正你们也要坐飞机，不如等我把硬盘修好了再发给你们。还是当面交易比较保险，路费可以我们来出，三天内过期赔款。行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硬盘修好了再联系你们。你还没买单。买单？我扫你。那你快点扫吧。你耍我呢吧？啊？你是想赖账吧？要么你想办法付钱，要么我报警。你自己选好吗？哎，我来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660。好了。报告老板，那边没有找到人。哎，我那个硬盘里的东西怎么没了？你刚才不是上厕所了吗？什么？是上是，我厕所。告诉我呀，为什么硬盘里的东西都不见了？啊，你的数据全部都在我这儿。我跑出来的时候，两边数据搞混了。你用电脑连一下我的这个鼓棒，就会看到了。鼓棒？啊？我怎么导出来？这个不能导出来，你不能动里面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总之就是不行。你放心吧，等我看完海了以后，我就把数据还给你。看海？行吧，哎，先走吧。我说过了，不能乱碰里面的东西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就会暴露我的位置啊，这样公司就会来抓我了。我这次出来是为了看海的，在没看到之前，我绝对不会回去的。哎喂，啊快递啊，马上出来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帮你什么忙？帮我去拿快递。快递？就是别人给我送的东西。啊，快去。谢谢啊。外面没有快递啊。我说了不要乱碰里面的东西。为什么你一走东西就没了呢？就好比这个杯子，吸管一离开了不就喝不到水了吗？我可以这么喝呀。就是说
我只要带着杯子去就可以了。去哪？去海边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啊，走啊，走。哎，等等，你这身衣服去公司不太好吧？欢迎光临，请自便。自便？哎，啊，不是那个自便啊，就是你看看就行，你别给人弄坏了。嗯。哎，你们每天都换那么多衣服的？哦，你赶紧挑啊，我们一会儿还赶时间去取车呢。嗯，哎，你看看，嗯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以前都是粉丝给我挑衣服，也只能穿数据最好的，我从来没有给自己选过衣服。哎，动。哎 ，Rainbow 啊，我觉得这些衣服都不太适合你。我觉得刚刚看到里头有几件特别好看，我们去里头看看吧。哎，来来来，你来这儿挑，这儿的衣服肯定适合你。嗯。哎，什么是打折区啊？打折区就是卖的最好的。嗯，哎，你不出过专辑吗？打折区就是专辑里的畅销专辑，就是销量最高的专辑。哦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件衣服啊，跟你手里这件比较哈，数字越小的说明什么？说明啊，卖的越好，它数量上剩的越少，就等于说越畅销，明白吧？你试试这个。哦。不过不一定是最受欢迎才是最好的吧？那那些不受欢迎的怎么办？欢迎光临，请自便。不用管那些，会有人买的。你看，这不来人了吗？你快换衣服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这太丢人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等，你这个怎么穿的呀？没人教过你怎么穿衣服吗？这不是这么穿的。当然不是这么穿的了，这啥呀？这是不是怎么穿的这衣服？喂，等，怎么了？卡住了。嗯。啊！你过来，过来。你慢一点，我看，你等会儿，你给我看。等一下。你自己坐。怎么样？结账。打折区确实不错啊，是吧？加个包送你，装鼓棒用。谢谢。在这躲着，老公看过你出来的监控，我怕他一会儿认出来。你把演唱会票给 Rainbow 了？人家自己拿走的。这所以我嘱咐你，我说你给我看好了，看好了吗？现在又给我拉黑了，怎么办？你说那怎么办？这事儿不能赖我。又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好像见过？不，我们好像见过。不，没，你见没见？不可能。他谁啊？哎，你别管了，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。你去见甄富贵，你还要带个女的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女朋友？
咱俩天天在一块儿，你告诉我他是你女朋友？哎，你有女朋友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这女朋友还、哎、先这么地吧啊！你慢点，你。哎，什么是女朋友啊？就是女性的朋友。女性的朋友。啊，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是搭档。啊，那老公跟我是同事，那我也是他女朋友了。老公也是你男朋友。你别说话，。哎，刚刚那个男女朋友是到底什么关系？哎，这个是。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被拦住了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说话，我们被罚钱了。我们这里有规定，开车是不能说话的。安全带系上。安全带。我们是到了吗？前面那个是海吗？那个是游泳池。那我们为什么停在这儿？这附近只有这一家旅店了，先对付一晚吧。但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这离我老家很近。老家是什么呀？这里就是旅馆吗？旅馆是干什么的？就是睡觉的地方，我累了，需要睡觉。所以你是带我来睡觉的？欢迎。还有房间吗？咱们这有的是，你看那边有景观房，1499的。还有吗？这边标准间899。还有别的吗？帐篷房199。就要这个了。不是说数字越小越受欢迎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就要这个了。你男朋友是不是金牛座呀？金牛座是什么？这床好舒服啊，我们一起睡觉吧。出来，出去、哎！干嘛？你不能在里面待着。为什么？你又不用睡觉。我可以陪你啊，这里有规定，只有要睡觉的才能待在里面，不然会被罚款的。你们这规定可真多，嫌麻烦，明天看完海就走啊。没有电视，你可以在那待会儿，拜拜。哎，我又把我关在外面。你们会不会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与男朋友相处而烦恼呢？比如说和他吵架的时候、冷战的时候，甚至被他拒之门外的时候，
这种时候该如何解决问题呢？这个人明明自己在谈恋爱，却仿佛仍是一个单身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做好一个女朋友是需要技巧的，你学会了以下的技巧，绝对保证你把男朋友牢牢掌握在手心。技巧一，当男朋友陷入危机的时候，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挺身而出，家人们，挺身而出。这个时候是你展现魅力的最好。哪有虫子啊？有，刚刚就在那，我看到好大一只啊。找到了。你拿远点。这么小个虫子你也害怕？我哪害怕了，我是看他害怕，我得保护他。哎，反正你都进来了，要不你今晚在这儿睡，我给你打个地铺。你不是说我在这儿睡会被罚款吗？别被老板发现就行。我还有事儿，你先睡吧。哎！技巧二，要常常深情地注视男朋友的眼睛，让他感受从未被如此重视过。二，还有一些贴心的举动也是很加分的，比如说呢，一顿亲手制作的早餐，或者你精心调制的饮料，都能让男朋友享受到被照顾的感觉。这样才能时刻提醒男朋友你的好在哪儿。你干嘛？你醒啦，我给你做早餐，快起来。叫什么？早餐。你哪来钱？我没有钱。那是哪来的？那。在不经意的时候制造一些身体接触，让他们有产生小鹿乱撞的感觉。喂，没事吧？我帮你顺，帮你顺背啊。呛到了，你再喝口。要懂得经常展示你的优点和长处，这样让男朋友时刻知道你的好。我水呢？这里。谢谢。水怎么一股怪味儿？哪儿来的？游泳池里接的。什么？游泳池？啊。哎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哎。你在干嘛？一大早起来就各种不对劲的，你吃错药了吗？不是电视里都说这样的话会让男女朋友关系更好？电视里的东西你也能当真啊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，听到没有？
怎么啦？没事，你等我一下，打个电话。喂。别乱动。这个人好像你啊。就是我。小时候。小时候。就是还没长大的时候。我都没有小时候，可是这里怎么会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啊？说来话长，辛苦了是吧？哎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车坏了，修车。这是你的车？买的二手的吧你？不知道，是有的，你们弄行。就没有我修不好的车。妈，小凯，你回来了。人家就是车坏了，顺路过来修个车而已。好久不见。这位是？哦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你们开车一起出来玩啊？啊，我跟他出来看海。看海，看海不应该走这条路，那边有一个。咱们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？最起码也得明天。那正好，你们留下来过夜吧。他晚上约了大东那帮朋友去你们以前经常去的酒吧喝酒。是照片上面那些朋友吗？对，就是他们之前一起玩音乐的那帮人。干嘛？不想去啊？不想去也没必要为难。没什么想不想去的。那我们去。好，那你们俩先聊会儿，我带你进里面去。哎，你要不要换一件衣服啊？晚上赶紧换衣服啊。厕所在哪？来了。哎，刘姐，哎，来了，坐，坐，你坐，快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我刚看你们俩半天了，坐一起话也不说，不是那屁大点矛盾还记到现在吧？要不你们俩干脆打一架得了。这不人还没来呢吗？正联系着呢。那咱们就先走一个，来。小凯女朋友吧，嗯，来，哎，你就别喝了。你为什么？你又没喝过酒，一会儿再喝醉了。这么护着，什么意思？不用什么话都接。那你们先喝着，我去忙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一起玩音乐的，朋友的姐姐。要真是拿大家当朋友的话。也不至于这么多年连个电话都不打吧？是谁说的？散了就别联系了。你要是真这么听我的话，咱们乐队就不至于散。咱们队怎么散的？你心里没数啊？这话你终于还是说出来了，在你心里应该藏了有一阵子了吧？你就是一直在记恨我。我就是在记恨你，我不光是在……你说的不用什么话都接。
我再去帮你们拿点吃的。怎么了？偷偷来要酒喝、啊？不是，我想放心，不会告诉乔凯的。哎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尝点别的？我们还有别的？嚯、哦，真拿起来了！跟你说，我忍你好久了、啊，这样不行吧？没事儿，他们俩不打一架好不了。哎，那沙发很贵的啊、就走了，咱们一起写的最后一首歌再也没机会演了。那是我写的，你以为我不难受吗？全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心血吗？曲儿还是我编的呢。那你怪谁？谁让你把我们弄散了？会吗？你们俩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上啊！我跟你说一次更好玩的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周末出来，当时呢去了一家酒吧，那家酒吧只有一条音频数据线，只能插一个手机放歌。当时认识了一帮玩摇滚的兄弟，他们呢想放摇滚，我们想放 hiphop， 就因为这事儿还起了不小的争执。当时啊，我记得溜哥就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啊，我就看他夸夸夸就去了，头上摔了一跤，还躺了好几天呢。然后呢？然后后来我们就讲和了，就哪天放 hiphop 哪天放摇滚，后来就玩得特别融洽，成兄弟了。后来哎，我知道那张照片，是不是你红色头发那张？红色头发，不记得了，应该吧。真好。真好。什么正好？你有很多过去的照片，有童年，有朋友。我呀，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。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现在是知道啊，但是我又没体验过。看来你说的没有错，我跟你确实不一样。我又不了解你，也不可能像女朋友一样跟你相处。哎，既然都带你来了我老家，你又这么想了解我，那不如我就带你参与一下我的过去吧，走。这是我以前学滑板的地方，小时候在这儿有很多开心的回忆。后来，我开始做音乐，经常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来这里，就好像成为了我的秘密基地一样。
几年前啊，就在这儿，我写了首歌。哪首歌啊？你应该不知道。当时我和刘哥去海边参加一个比赛，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创作的自由，也发现原来我的音乐可以感染这么多人。从那时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，回来我就写了这首歌。这首歌你怎么没有给我唱？是因为我唱的不好？其实你不知道，在公司这么长时间，我早已经忘了自己因为什么在写歌。他们想要的我不想写，我想写的也没人听。或许我也跟你一样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吧。可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听你的歌啊。也就只有你喜欢了。在公司这么多给你写歌的人里，我的数据是长期垫底的，所以我宁愿拿我的初心换自由，也不想给什么狗屁公司。那是不是我们一起去你比赛的海边，你就可以找回你那个自由了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带你来这儿不是说这个的。来，我把我的童年和过去借给你，这里以后也是你的秘密基地了。走吧。啊。哎，我们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嗯，我去开灯。哎，等一下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厉害吧？来吧，照，三二一。这照片要怎么拿出来啊？今天照片导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说就好了，你试试吧。这是我们当年在海边演出的手环，你还留着。帮你留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该给你了。其实我能明白为什么当初你不签公司了。你说的对，签了公司就不能再继续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了。但是不签公司的话，可能连做音乐的机会都没有。其实这两年呢，我还想通了挺多的。我觉得签公司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，起码还能继续写歌发歌。
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，难道不是更重要？好好干吧，咱们当年没完成的梦想就靠你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我看着小凯，我心跳会跳这么快？喜欢就说喜欢，还非说什么心跳的这么快？你的衣服洗好了，帮你放回车上了。心跳跳得快就是喜欢？你俩可真腻歪啊！走。好。走了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好。拿的什么？这是老板娘送的，她说带他们俩去海边，心情愉快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海边啊？你除了去海边，还有什么别的愿望吗？我想要一个能把照片打印出来的相机。好啊。是这样吗？你不是偶像吗？自然一点。拍了啊。嗯。看看，怎么半天出不来啊？这边可能光线不太好，要不我们去那边给你拍一张。好啊。你手打开一点点，对，三二一，你笑起来好好看。谢谢。还有这个相机啊，就是你平常不用它的时候把它关掉，然后撑，然后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焦点跟光都非常重要，放心吧，这些我都知道的。瑞萌，我们走吧。谢谢啊，这个多少钱我要了。你们能不能就想想办法嘛，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这是系统的故障，我们这儿真没法修。您回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公告吧。行，好吧，好吧。您慢走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好的。发生什么了？最近来修 V-box 的人特别多，还都是同样的毛病，不知道 Rainbow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只不过出来看看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？走吧。当初公司推出这些，是为了让我跟粉丝交流，陪伴着他们。现在看来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不用担心，偶像只不过是你的工作，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偶像不仅仅是个工作，我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角色，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只要他们需要我，喜欢我，我应该更努力。那些人喜欢的不过是屏幕上的你，他们都不了解真实的你是什么样。那也没关系啊，我以前呢也是通过屏幕在看你。虽然以前不了解真正你是什么样的，但我一直喜欢你的歌。
也多亏你的歌，我才能跟喜欢我的人交流。无论他们是喜欢虚拟世界的我，还是真的我，只要他们因为我变得更好，这才是我存在的意义。这样吧，最喜欢的周边是哪一个？我买一个送给你啊，就当是支持你一下。我接个电话，等我一下啊。嗯。今晚是最后期限了。你硬盘里东西找回来了吗？麦哥的事儿能不能再等等？可以，过了今晚交易就自动取消了，你把该赔的钱赔了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不是想卖了歌付违约金离开虚拟偶像公司吗？今晚准时来，我把时间地点发给你。怎么了？对了，我把硬盘里的数据都分了出来，你想要的都在里面。可是如果我动了，不就会暴露你吗？不会的，放心吧。那等我用完了再还给你。不用还了，这个鼓棒就送给你好了。这个是限量版周边，也当作是你对原本的支持。我等一下要去见一个人。我陪你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然后我就带你去看海。小可老师发过来了吗？过去了。时间差不多该采访了。合作愉快。尾款尽快打给你。开始吧。陈先生你好，请问你这次创作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？我这个初心其实当时是因为一次心血来潮吧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吴仁宝在你旁边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跟我装了，我已经查到证据了。吴仁宝出逃的那天，你是不是从公司拷走了东西？我拷的是我自己的东西。
跟公司无关。可是你现在把 Rainbow 带走了，他是公司的重要资产，如果他的回归演唱会办不成，你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，公司还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到时候你可不就是说赔点违约金就能拍拍屁股辞职走人的事儿了吗？如果你不想被抓去坐牢的话，明天你把他给我送回来，这事儿就算是翻过去了。你不要逼我去抓人。不会睡着了吧？哦，刚刚不是天还亮着吗？怎么天就黑了？你是做梦了吗？我刚才梦到我们在海边，可是一睁开眼睛什么都没了。人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会做梦，梦醒了也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不是不用睡觉的吗？怎么会做梦？啊，你看我出来这么久了，也越来越像个人了。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过夜吧，睡醒了再说。好，走。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睡了？你不是累了吗？快睡吧。那个是不是彩虹啊？我的名字是不是也是彩虹的意思？我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彩虹。下个月就是雨季了，说不定到那个时候。下个月。太久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看到彩虹。看这个。要不你先休息。那我送你一个不会消失的彩虹。
你怎么会知道这首歌？别忘记了，你最开始来公司的时候，你拿过这首歌给我做过测试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非常非常喜欢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说，如果要是你把这首歌给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唱好。可惜啊，我让你失望了，我连孩子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想去看海的。最开始是因为这个啦，不过多亏了你，我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也做过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。看来我选择出来找你是个对的选择。来这儿路上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现在连徐总都知道了好吗？他还安排了一个新的负责人来接手这个事儿。你赶紧过来，越快越好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事儿已经闹大了。昨天晚上 Rainbow 的数据还出现了损伤。什么数据损伤？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，就是让我回收它，然后马上回传，必须要赶在演唱会之前完成覆盖更新。那覆盖更新之后会怎么样？原数据清除。就当死了吧。你不是不用睡觉吗？我出来这么久了，也越来越像个人了。下个月。太久了，我让你失望了，我连孩子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要去哪？去看海。你不是要来跟我们会合吗？咱跑偏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现在要先去一个地方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现在已经被围住了，你躲不掉的。下车。我连手机都没拿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的？跟你没有关系，他们冲我来的。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的数据跟你的分开？是我暴露了你。你把我交给他们吧。别给你自己添麻烦了。快点快点啊，马上要开团喽。大爷开门。啊，都开走了，等下一趟吧。别生气嘛，你之前也不是骗过我吗？
咱俩算扯平了。是不是因为数据损伤了，所以你才会变得虚弱？我动了古邦里的东西，不但暴露了你，还让你的数据损伤了，是不是？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去看海了。我恐怕是等不到了。自从我把古棒给了你以后，我就已经知道看不到海了。你有你想做的事情，我只想在最后这点时间陪着你就好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就算不是因为你，我也迟早要回去的。我是个虚拟偶像嘛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的。可是你回去的话就会被数据覆盖，到时候你就……你不是说过吗？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你说。我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你的音乐，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，还会不会给我写歌，我都希望你不要忘了初心，也不要怀疑自己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，非常自由的做你想做的音乐。好，答应你。说这趟船是不是开往大海的呀？是，就在那里。那我们拍张照片吧。好。通知警方那边，可以行动了。嗯，船一靠岸。拿来吧你，我拿过来。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呦我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回来了。我是不是还没跟你说过，我喜欢你？
来自虚拟世界的闪耀巨星，用歌声打破次元的实力歌者，让我们欢迎全新升级的云豹。你怎么还在啊？加班啊。 Rainbow 今天晚上演唱会你不去看呀？我哪有时间啊，我现在就忙着努力赚钱还钱，我可还欠着甄富贵好大一笔违约金呢。不过呀，你能回来说实话我挺开心的。我回来可不是认可了你大数据那一套，我还是一样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。你想不想看看今天晚上演唱会的数据啊？有时候你想做的跟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对立的。我把我的童年和过去借给你，这里以后也是你的秘密基地了。太阳会跟梦一样随时跟你消失。那我送你一个不会消失的彩虹。你不是说过吗，这些东西不能消失。你谁呀？啊！你这什么品味？这种狗血烂故事有必要买这么多本吗？请你现在就从我的房间里离开。这现在是我的房间了。展现男友力，爱上保护他的男人。爱情啊，还是要浪漫。我一直都幻想着结婚，我就把小楚就当成是我的朋友了。爱上一个人，不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吗？我想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做一个好梦。
关注恋恋剧中人官方爱奇艺号，更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。电视大屏看恋恋剧中人，就用奇异果 TV， 猫戏、狗戏、猪猪戏，来爱奇艺拍一拍，解锁你的恋爱动物属性。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， 关注泡泡出品，更多高甜花絮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萌状元家教机，大屏更护眼，实时远程辅导孩子健康学习。上微博参与恋恋剧中人话题讨论，发表你的恋爱观点。关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，精彩内容早知道。上知乎搜恋恋剧中人，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下载 Zucker 新闻客户端，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。百度搜索恋恋剧中人，看更多内容。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恋恋剧中人。来新浪新闻客户端看新浪热榜，更多精彩内容。来网易新闻关注视频频道超级 IPG，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上 YY 直播看有趣有料的明星直播，超甜宠粉互动乐不停。上 So App 进入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，测测属于你的恋爱剧本吧。上豆果美食打卡明星同款食谱，更有超多网红美食等你 get。 在测测 APP 兑换码中输入求恋爱，免费获取专属恋爱模式报告，重视它就用顺丰同城急送，你的恋爱助攻神器，平均一小时送全程，大品牌更有保障。来玩吧 APP， 和有趣的年轻人玩到一起，参与恋恋剧中人社区活动。感谢知乎、快手、百度百科、一点资讯、 Zuck、 新浪新闻、网易新闻、 YY 直播、 SOU 云冲吧、烹小鲜、 WiFi 万能钥匙、青 Plus、 鱼老爷、非凡娱乐、360娱乐、十七天翼视讯、黄油相机、360相机、咪哒音乐、雷石、 WOW 独门火锅、永乐票务、引力资讯、位于新渔网、小白娱乐、综艺宝、方糖小鱼、观众网、驴火娱乐、知图、生活酱、茄子日报、火星小说 APP、 火星女频 APP、 想见你、一鱼、西瓜子、陶具 APP、 下厨房、中华万年历、意气山、房天下、快过户、野人木方、加鸡站、鱼罐头、豆果美食、测测星座、顺丰同城即送玩吧 APP。你有过心动瞬间吗？当然了，太多了。几岁？何时？哪里？如实交代。你呢？何时？何地？何谁？我有一个疑问，比如说作为男孩，第一次约会你会给他买花吗？哦，哎，那你这一拍即合，你俩这一拍即合了。